欢迎收看白天刷不到晚上逃不掉系列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 Hello， 今天我们是鳗鱼炸酱面，先来个雪媚娘。柿子口味的，一个月没吃了呀。这是覆盆子的，哇！先来口黏糊糊的炸酱面。这个炸酱面好吃，让小脑萎缩了。没有骨头一整条吃也太爽了吧。真的不来一口吗？最后一口鳗鱼，第一口粉丝先吃。你们知道三文鱼花之恋的花语是什么吗？来个鱼子酱的。
都不愿意放过。不会有人能拒绝这口吞拿鱼花之恋吧？我去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看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